超香的。怪了。还没停。这个没有带钱。走吧，带你去对面吃肉燥饭。为大家介绍的是一家位于诊所大约十秒钟路程就能抵达的铜板美食。简单的菜单，络绎不绝的人潮，历经三代传承的古早味美食，让人吃了唇齿留香。我们的肉燥饭，看什么汤？排骨酥，这是我们屏东非常有名的诊所旁边的平民美食，常常来吃。那我要姜就好了，不要这个腌萝卜。吴医师常来吗？常来啊，他爸爸妈妈也常来。手工拌匀，每一口都吃得到咸香。拉开蒸笼里满满的饭跟汤，哇，香喷喷。好香的，像它的米粒是属于比较不硬的，啊，也不软烂的，就是粒粒分明的感觉。专家就是这样一口姜，然后配一个米饭啊。怪了，太好吃了，是不是？他们的排骨非常好吃，他都是老板自己去市场买回来自己锯的。自己锯哦。我很害怕那个猪肚哦，吃的时候咬不动，咬不断，像口香糖一样，然后锅子也有点大。那你赶快试试这一个。好的，没错。一咬就断了，好油嫩。嗯，加上咸菜，完美结合。充满了胶原蛋白，我们女生就是要补充一下胶原蛋白。你看，入口即化，一咬就断了。特别叫老板帮我留的哦。你来很多次都没有、啊。来超多次的，每次都不空。